开始的时候我是赏鸟啊，那从赏鸟过程当中慢慢的 OK 接触到这个电烧，电烧之后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如意，因为第一个我不是科班出身，我不会画图，那怎么办呢？先练写字。所以我当初接触电烙笔的时候，第一个我是来练写字。其实写到后面的时候，我发现哎，我可以试着来画卡通影片的 Q 版的啊样子就对了。所以画 Q 版 Q 版，然后画到后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哎，基本功就有了。然后从去年的一月份的开始画写实，所以现在我们今天所展出来的都是我们讲随性的就对了。我没有办法把它很容易很明显的表现出它的羽毛的色泽或是说线条，但是基本上以它的神韵为主就对了。所以电烧笔画的话，第一个慢，要有耐性啊，不要急。那温度的控制一定就是木板不同，所以木电烧笔的温度就不一样。那今天很荣幸，就是说能够在这边做展览。很多人就曾经问过我说：“哎，你从开始文创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用高级的木材？”我觉得，我们一个人哈，在做文创过程当中哈，我喜欢做以什么样的材料，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接触到的，所以我是用樟树啊，一般的樟树来做一个创作的一个木材。我用最人们最常见到的木材，然后去发挥我的创意，去做一个组合性，这个才是真的。因为我都是每一个都用手绘的把它烧化起来，没有构图，所以每一只猫头鹰绝对都不一样，长相不一样。嘛是找他们艺术就比较合作，他找的陈亮明老师，啊陈亮明老师哦，我昨开始啊画一挂一挂的司机哈，2005年开始加入那个老鹰了106年，伊加入伊个鸟会，啊然后开始伊开始观察这物件，啊观察了开始做。解说导览解说，你看伊安尼腼腆吼，啊，毋过伊咧讲诶物件吼，会当互人了解身临其境，吼，安尼当个吼，安咱嘛还有一点心去投入这保育诶工作，安尼对吧？吼，老师这样对啦吼。啊，伊上有伊大诶代志就是讲，伊为桃园孤山嘛吼，孤山来到屏东诶万州，伫遐定居，啊，伊就是咧。为了看这个猛禽，吼，看猛禽来去咱的这个永春湾州，吼，啊，来遐啊观察猛禽了后，感觉爱做一挂，感觉这个猛禽足有意义的，啊，就来用猛禽来创作，吼，啊，咱这个猛禽吼，离咱永春，吼，永春是一个上大迄个过境的聚集。